网红郭鬼鬼有着天使脸孔、魔鬼身材，获得血乳战神的封号，在网络上拥有高人气。郭鬼鬼也时常在社群分享 cosplay 造型，大方放送福利美照。近日他穿上鬼杀队的黑色队服， cosplay 鬼灭之刃的角色恋柱，黑色队服胸口中间开一个洞喇般全场，配上粉绿色长发绑着辫子，简直是神还原漫画角色。